求爱 Sharon 有拖拍，男友维护唔系港女。我简直对佢倾慕之极啊！喂，你小心啲讲嘢喎。阿 B， 你唔好行呢干燥啦。喺 Facebook 就咁样打情骂俏，前晚睇舞台剧就咁见爱嘅。人哋可能怕丑啫，有几出奇喎？出奇得过同佢哋一齐嘅另一 pair 系绿魔同 Sharon。唔系啩？呢 pair 偷着咗？唔系啦 ，Sharon 有拖拍噶啦，听讲个男友系重生添噶。暂时算系，我谂可以算系咯。话同你拍拖个男仔？其实都唔算系真系拍拖咁，但系大家可能即系可能有机会发展咁样咯。哇，咁即系算系定唔系啊？唔通你又学咗你个 friend 阿 Vivian 嗰招前言不对后语？不过点都好啦。你求爱被人闹爆，港女格进言，还搞到要在 Facebook 发声明，说自己没有私自搬过 Vivian 的行李，男友又介不介意啊？其实他有阵时都几戥我唔抵，因为他都说、你小朋友口直心快，咁有阵时可能讲咗啲嘢令到人误会咗，仲话唔多唔少都是句子被剪接，搞到被人误会，先搞出咁多话题。唔怪得编导神应要在 Facebook 多谢个剪接师啦。